冷汤以马铃薯还有青豆为主角，是夏日开胃的首选。皮酥肉嫩的深海多利鱼和 cheese 香料番茄做搭配，多了酸甜的果香和酥脆的口感。这些精致的意式料理，可是在苗栗的高尔夫球场内才品尝得到哦。来到这间位于苗栗的高尔夫球场，可别以为只能打球，隐藏在球场内的是吃过都说赞的意大利美食，走的是创意料理的风格，推出精致美味的餐点。不管是用餐环境或是菜色的种类，都受到球友们的大力推荐，甚至啊，还有许多不打球却特地从市区开车来的饕客，就是为了要大饱口福。餐厅首推相当适合在夏天享用的马铃薯青豆冷汤，透着淡淡的绿色，口感冰冰凉凉，绵密又醇厚，在台湾可是不容易有机会品尝到的哦。因为它是浓汤嘛，来一开始听到它的名字可能会觉得有很腻的感觉，可是吃起来其实还蛮清爽的，对。然后上面那个奶泡部分也蛮绵密的这样子。至于番茄炖牛夹肉意大利面，同样是相当高人气的一道菜色，不止用料豪爽，美味也不在话下。以大块又具有嚼劲的牛脸夹肉为主角，搭配番茄风味的酱汁，成为经典完美的组合。翠绿的花椰菜不止均衡了色彩，也让这一盘意大利面更加营养又美味。它的肉质非常软嫩，然后又不失嚼劲，而且它的分量非常大，吃起来非常饱嘴。那它整个是用番茄酱下去调味的，所以我觉得跟牛肉非常的搭。想要知道在高尔夫球场还有哪些美食吗？